然后想跟香港的记者朋友们、歌迷朋友们说一句抱歉，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在机场，我不知道站在那里要跟大家打招呼，所以我就这样赶快上车了。以后来香港的话，一定在那里跟大家打招呼，抱歉。是的，是的。上次来香港。抱歉，我没听到。啊，什么？啊，没听，没听见，太少。他在最近的那个综艺节目上面都有从那个小绵羊的形象整成那个比较严厉的形象。啊，其实主要是要希望可以给，就是给大家一些就是一些正确的建议，希望他们能够成长，是我最大的初衷。对，啊，发信息。太酷了，对啊，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说在跟大家说专业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会这么的严肃，所以如果太酷的话，以后注意了，就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是给他们建议的，不是去训他们，就是大家都在一起互相学习。怕不怕他姐姐不开心？我相信他的姐姐应该会非常支持他的弟弟的。希望可以有机会跟团一起过来，希望可以跟团一起过来。